Yari. Chachi. Lai gou yi dong er, da ge gao zha, da ge he. Hei, da mei kun yao he wo. Oh, wo dei mei neng dian ban yao di le bing. Oh, so yi zang an le le xiong ge oh, an le nge nge dong a, ge ge ma ji du gu. Oh, ai, zang xiong ge ga zhe li le yao ho, yi long da xian ge xiong ge ho. Oh, long da yi da ba da cai ge ho. Ah, wo jin a chu ji le dian xin la ha. Jia jia zui ge le ha. Lai. Hey, 王先生，好 ，OK， 来，我今仔所要讲的就照这目录安尼一项一项来讲啦，吼，来，咱这农业吼，若无水就无农业啦，吼，所以这水含咱的农业真重要。啊，咱台湾平均一年大概有落雨的总年量啦，吼，一年超2000。要变200mm，但是咱真可惜，咱的雨量拢伫个风台期内啊，所以雨伤济，煞变大水，煞变水灾。啊，若旱季吼，那阮以高屏地区，大概中秋节过就无雨水啊，爱一直到过年的差不多四月份。较有机会阁落雨，所以旱季甲迄个涝足明显诶。尤其莫拉克风灾吼，巴巴风灾，迄个足明显诶。落三天诶雨，落甲要2000mm，拄啊差不多咱台湾诶雨吼，一年伫迄天甲迄三天甲落完。啊，那么以色列吼，伊一年落诶雨量。多啊200mm，所以莫拉克风灾迄三天所落的，多啊以色列爱落十年。但是真趣味的代志讲，以色列咱敢有听伊讲咧做水灾？无嘛吼，伊啊沙漠地区，雨佫看哪落落来吼，落迄个沙漠落煮焦伊啊咧。啊嘛无听咧讲咧欠水咧，吼、哦，啊所以咱台湾有足侪。代志，咱爱向以色列来学习。以色列这个国家跟咱介共，伊边啊拢有一挂遐个想要甲拆解落别个迄个国家，吼、哦，遐、那个伊斯兰教的回教的国家。那么咱台湾嘛是跟咱咧一块啊，细细块啊，但是边啊有一只大鸡母吼，敢、哦、那想要甲咱只虫甲咱吐去安尼。那么以色列人全民皆兵，查甫查某拢爱做兵。那么咱台湾是查甫的每一个，差不多拢爱做兵啊。哦，敢那查甫爱志愿吼。所以水，若无水无农业，无农业差不多咱遮就拢无物件通去食，枵就枵死啊，免战争啦。吼、哦。那么台湾这15年来，咱的水价拢一度差不多10块尔。以色列遐，因一度的水差不多40块，是安怎因的水会遐贵？我、哦、第二个是讲因欠水，所以因以价来质量，用计数来甲你，互你控制讲，你若要量上用，你会疼，安尼你就会考虑讲，我要安怎用水较省呢？因以色列人，我无咧洗车，因拢差不多迄个加盟厂安尼清清的尔。因为无啥咧落雨嘛，吼、哦，啊，迄粉刷迄八日就开啊。你若用水咧洗车吼，会用提报浪费水资源，迄会发啦，因为立法袂使洗车了啦。啊，所以咱台湾人足良心的啦，吼、哦，因为水少嘛。啊，即个政治人物为了选票，立法委员无人敢提起讲要甲水起价，所以大家都。最俗的钱怎么用？反正俗俗啊，尔。啊，所以嘛无人要研究讲安怎把这水回收过来利用。以色列因的水吼，大概有25%是可回收收回来利用的。那么另外26%
是靠海水淡化，所以因呢海水淡化的技术是全世界上好的。那么所有的即马国外那咧讲咧用海水淡化，还是废水回收吼，拢差不多以色列的技术上先进。好，那么包括新加坡呢，伫即个做水这方面，伊嘛足先进的。新加坡较早若要食水，爱靠马来西亚。啊，因为马来西亚因嘛是属回教的国家，当时若要避免吼，唔知影，到时会无水通食。啊，水是咱人上重要的三要素其中之一啦。啊，阳光、空气、水。咱若无这个水，吼，咱全国的70%拢是水嘛。啊，所以希望咱民政府起来吼，对这个水资源，吼，要安怎控制，莫讲落大雨的时，啊，落三两点钟就拢流去大海去啊。咱要安怎甲捡起来？真重要的就是水土保持啦，吼。啊，甲莫有中国国民党因来吼，就甲一挂低洼地拢吞吞下落做。基础啦哈，因为迄个低洼地、遐沼泽地，照讲迄是赤红池，就是落大雨，就是要靠遐来吸收洪水，哦，莫迄个遐紧就积着一堆啊，就变洪水啊，冲破一挂咱的人工的设施啦哈。这个水哈，咱台湾真可惜，就是讲日本时代是我。看阮遐溪吼，啊，足清气，拢全鱼啊虾一堆啊。迄阵虽然经济歹，但是也无听讲会枵死人。但是若即卖时代吼，有可能爱会枵死人啊。以前阮若想要加一个菜，阮都鱼网啊，也是迄个叉机吼，去溪捕鱼啊，都有倒来，都有鱼啊通好食咧。但是即卖溪拢污染。拢有毒啊！遐鱼啊，拢有毒。你河顿啊，食，下面你着身体着拍歹去啊！吼 ，OK。好，啊，那阮爸爸因迄代吼，看到杂草着，就像看到温州人，哦，都想办法欲除之而后快吼、哦。那么，近来大家做农的拢无啥趁钱，所以拢会想讲无规卖做小耕。哦，啊，政府开来发补助费，但是我认为这是唔对的啦。因为呐，咱台湾是一个小岛，啊边啊，佫有一个罗马国家，万一咱啊又封锁，咱嘛是爱靠家己自主，哦，自给自足。但是咱目前咱的粮食的自给量吼、哦，差不多32%到35%呢。村的食的物件拢靠进口，这对咱的国家吼、哦、是真大的威胁。如果讲咱的丰收时，咱家己的这30%几的粮食，咱要安怎饲咱2000几百万的人？哦，所以我是那建议讲，咱以后民政府哦，咱来鼓励咱的农民。啊，咱生产优质的，咱唔免生产真济，但是咱质优良，哦，咱好的品质，咱就外销就较有机会。因为譬如咱上好的贸易伙伴就是日本嘛，离咱上近，哦，运输的费用较少，而且高单价，因也消费得起。哦，咱若向西讲要跟西平这个。罗马国家的贸易，因的物件足俗的，你计较绝对拼输，啊，因的消费能力也无够，所以迄个市场咱免想甲硬忙吼。那么这个草啊吼，咱卖甲当作讲，伊会甲咱的肥料食掉。其实这草啊拢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较济，虽然你着肥好食，嘛，咱有种物件伫边啊有发草啊吼。你就好，迄个果树食，草啊，原来食得到。一般农民拢会想讲，哇，我落肥哦，你予草啊食，草啊咧大足紧的。
哦，伊所以迄个官僚伊安尼想啦，其实真迄、那个草啊吼，一年后伊嘛是会打会枯会死，伊嘛是回归迄个土地，嘛是做肥料啊。所以进前十几年前，即、這个咱的农改场啊、改良场吼、啊，都拢有咧建议讲用草生栽培来种果树啦吼、啊。啊，你因为即个用树的。又较近了，这个有较雾啦吼。这个八宝风材料，这一条一条白白的，这吼，迄种崩塌地。以前八宝风材进前拢无这款物件，一条一条白白的，迄种足大的崩塌地啦。你按这比例吼，伫这行就看会到安尼一条一条这吼白白这。你看咱的山川吼，咱的山顶悬有偌济，已经因为自日本时代撮树啊，吼啊，国民党来阁撮。人日本人撮是伫三四石这个高度吼，电锯啊锯落了，留迄粒头底下，阁有剥二代目，那阁有迄个粗度阁有够啊，阁切嘞，阁发嘞，叫做三代目。但是迄丛树啊要挖嘞，所以伊要把这个泥土拢把握住吼，拢挽掉嘞。啊，所谓树啊，呐，原始森林伊是有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灌木，吼、哦、啊，地被植物，啊，搁落来树啊，迄个厚度拢足够的原始森林的迄、那个，伊个属于属于泥炭苔迄款的吼，迄敢若海绵的，所以你落大雨，搁安那落大吼，伊那一层一层看啊接收起来，到渗透到土卡内，所以这个大武山吼，即款屏东遮的吼。中央山脉，你落雨，爱落差不多五天至七天，才有看到水微弯的溪出来。但是即马无同哦，你若看迄山林落大雨吼，差不多三点钟，阮遐个溪的水就拢黄黄啊。以前一礼拜落来的水，还阁有点淡绿色，小可有浑浊无唔对，但是还算足清足清的啦。哦，这就是讲。我做囡仔时代所看的山川河貌，迄地貌吼，含即卖已经人为破坏伤济吼。啊，国民党真了受着个，伊来彻查是挂迄粒大粒土，迄、那个根吼，拢挖起来，起来做艺术品，讲做桌啊，艺术桌啊面，哦，爱介绍真好，迄种几啊十万。所以造成足侪人拢去偷学，吼、哦。啊，真侪人是讲要去啊，林务局啊租，比如租两家地，结果伊砍我的面积吼、哦，是差不多十倍、二十倍安尼起哩吼、哦。啊，这拢大家拢官官相护啦，讲租一个名，讲是合法，用合法来掩护非法吼、哦。啊，你看这树根吼，这是崩塌地，啊，拄啊这根准裸露出来，安尼个翕啊。你看伊只根安尼搬，遐个土。如果咱若讲规个即即规丛树啊，挂头拢乌去啊，只根烂了，伊就无迄个抓地力啊。啊，即若过落大雨，遐土就阁继续崩落吼。啊，是安怎？我最近也毋捌听到土石流。啊，最近即十几年，不止落大雨，落土石流。啊，即堪较早。宋初如做省长的时候，要五毛给一块吼、哦，啊，就山林的产业道路一直开啦，啊，所开的山路吼、哦，就敢若开膛破肚安尼，所开的路的土拢甲下下位的山砍落去，结果来一个九二一地震，佫摇较松嘞，啊，来一个大雨吼。哦土石流的产生啊，好，好，啊，咱来参考以色列水治安管理哈、哦。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哦，真特殊。伊虽然伫沙漠地区，因无啥物资源，因要爱啥物物件，拢爱家己亲手落去做，靠生产物件出来。那么因这个以色列哈、哦，
伊所出的这个自动灌溉的产品吼，是全世界上好的。我认为啦，美国要做输伊啦，啊，但美国伊伫迄个自动灌溉、自动控制，吼、哦，就可能做比以色列较好。我咧用吼、哦，以色列拢是惊微喷灌，伊就是讲，伊即张种向日葵，伊每一个迄张向日葵会较有一个滴灌系统，有几抓，吼、哦，种一抓啊，着一抓滴灌系统伫下骹。啊！伊用滴灌，就是讲，迄、那个向日葵伊个茎片有一小块，吼、哦。那么伊迄个滴灌的渗透范围，就是好伫一小块呢。伊袂过袂用足大缸的水喷到满世界，浪费水杯。啊，滴灌起来就是这个微喷灌，这个若喷出来是好喷30公分尔。一边啦，这边30，这边30，都要两尺。好，啊，即嘛就是讲，因为着要省水，所以因发展这个耐高温、耐气候的这个工程塑胶，这我已经用10几年啊，未歹。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因做着专利的，但是譬如讲因这个塑胶产品。因是授权予国外伙伴落去生产，因不爱在因的国家生产，因呐，这个实话讲的是足污染的工课。结果吼，像以色列啊，还是澳洲，尤其澳洲，因赶快澳洲伫这个塑胶工程、塑胶的这个分子这个领域吼，因拢足强的，但是伊拢授权予咱台湾生产。啊，生产了污染伫咱台湾，啊，伊开钱甲咱买，吼、哦。啊，这跟日本同款，日本伊叫咱台湾人饲猪，一只猪嘅污染是咱6个人嘅污染量。那么伊甘愿买饲猪，啊，开钱甲咱买，污染伫咱台湾，啊，猪肉因咧食。所以，这个国民党政府伊是过客嘅心态，伊无好好买爱这块土地。伊想讲，这是我暂时所住的所在呢。我甲吞吞的吼，时间到，我就拍拍屁股，我走来美国啊，吼。所以对这个土地有疼心无疼心，你就要讲，你的心有连接伫这块土地无？那无，伊所想出来迄个政策，拢是专制，伊为着伊个人的利益呢，唔是讲要。好啊，起着咱这块土地啦，哈、哦。那么，尤其你来看澳洲，因土地遐宽，因拢舍不得去甲污染，吼、哦。啊，包括我之前听唔来对一个咱的江苏捌讲过，纽西兰，哦，介济人去遐佚佗，拢讲好，恁纽西兰呾遮水，因的导游甲咱甲讲讲，其实50年前恁台湾看阮。纽西兰同款遐水，是恁无好啊保守恁的环境，恁拢一直引进一挂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你来破坏掉伊啊！哦 ，OK， 好，来我即马来介绍咱的绿美化植物甲果树介绍，从台中来介绍加包果，统称啦，一般的名叫做树葡萄哈、哦，啊，这是树葡萄的。拢无整理啦吼，啊，干那种来，都固在伊大，伊自然就拢发甲整齐。哎，啊，这差不多2、3月份拄啊换新叶啊是。啊，这是乌起来滴，啊，这袂记甲变乌正啦吼，大家莫起甲要，啊，唔管他怎样，这是乌起来滴盆啊顶，诶。要销售的啦，哈 ，OK， 好，这个是细品种，但即卖已经有新的啊，哈，这差不多，刚才看伊的籽哈，差不多3倍大，啊，但是因为这丛我拄啊种5年，咱这个树葡萄上好种哈，为点籽开始差不多要7年才会生，啊，所以这我种5年啊，还佫等2年看，若生吼，较佫来试看好食无。
然后加我靠要大量推广，啊，这树布老在开花的时阵吼，规头部你看一直开开到尾溜去，啊，这花阁真芳哦，吼，啊，即款芳都都爱伫现场去闻着，啊，无我也无都解说，啊，有桂花的味，啊，有迄、那个迄、那个啥玉兰花的味，安尼淡淡做一个啦，吼，啊，这放大的，好啦，这两代同堂吼，啊，咧开花。哦啊，前哥，啊这应该算三代同堂吼、哦。这开花啊，这还佫前哥吼，啊这迄落用成熟的乌，那乌，啊咱唔知影拢乌的第一工，我着加班来食吼，还佫生佫接，啊但是迄拄开始办吼，鸟、巴拉味足重的，伊这看鸟巴拉是共科，看莲雾也共科，或者桃金娘科。尾仔才发现讲，第一工班甲第六工班这六工的口味变化无同。我若拜一班的，方姐讲啊，这鸟巴拉味，拜二班给伊食，嗯，伊讲熟起来味；拜三班给迄个食，伊讲迄个山竹的味。哦、啊，过来后讲百香果啦，啊，原来有人讲哎，啊，跟葡萄安尼同味同味，哦，真趣味啦哈。哦、啊，这地方为土，这土卡生开始就生啊。啊，我这徛伫顶缘甲翕落。这土家面哈，安尼翕落翕起来。哦，好了，啊，来讲一个迄落啦，讲这树葡萄。树葡萄你呐无办吼，差不多到第，我的经验啊，第八工到第九班刚办上好食，迄阵伊的果酸拢已经变作果糖，哦，迄气味足好个，甜个芳吼。那么，啊，这鸟嘛做个只呢？你即摆啦，到第十工无办，开始软，过半来食着，小可有葡萄味啊，迄葡萄酒的迄个酒味开始发酵就出来。哎嘛是，我若真爱食迄款安尼，小可有酒味的发酵的味。啊，有一工我伫我迄工寮咧困倒吼，啊，白头翁吼。遐一个白白迄款鸟啊，嘛足爱食。啊，伊拢巧克力巧克力吼，拢安尼叫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我有一只吼，伊咧叫的声，我甲注意听。伊讲伊食骨力，食骨力啦，水骨力，食骨力，水骨力。哇吼、哦，我要收啊！我正正互你食，佮食骨力，佮水骨力。过几天又一只，迄只吼，可能有耳尾疏黑。伊讲过食个，讲算讲伊食几两，即种才是骨力，即种才是骨力。哈哈，要注意。OK， 好来我介绍三月樱哈，啊，我甲叫做平地樱花，因为阮屏东吼，足兴盛讲吼中北部啦。阿里山啦、啊，迄、那个阳明山哦，拢有樱花通去看。啊，我若去参拜，也是去阳明山买迄、那个樱花，会知影倒来种。我、哦啊、今年开袂歹，明年春开一半，后年阁剩四分之一，阁过迄年热死啊！因为樱花足惊足惊热，阮屏东就足热个。啊，这应该迄、那个迄、那个甲放互开吼，较无光害吼。啊，这每一蕊你注意甲看吼、哦，改成兰花，啊、哦，迄朵朵是兰花，啊、哦，这是规，较暗吼、哦，我给大家欣赏。但是这个就种了，唔着品种去啊。这个拄啊倒变，人我头拄啊是花是开头95%，啊，这倒变啊，伊这叶啊95%，啊，花5%，吼、哦，所以品种介重要吼。哦以农业来讲，那个品种改良是咱真重要一个课程啊！哈，啊，这都已经开到要下去啊，伊开春啊吼，新叶啊开始来啊，吼、哦，啊，这大家欣赏看卖哈、哦，你主要伊这五花瓣吼、哦，这两三四个，啊，完了有这托这手吼，敢、哦、那这个蝴蝶兰安尼哈 ，OK， 我、啊、这张都。大概两三个月前，《自由时报》有去搞采访，有报啊。
即嘛一个报吼，迄天啊，佮过来迄几天啊吼，阮潮州的火车站啦，啊，分局派出所，哦，啊，不是人去问，真无闲，因为报纸袂当甲我报我电话佮住址啦，啊，所以人拢硬问安尼，叫问问问来找来到我遮，哦，看到安尼有够欢喜的，足欢喜的，安尼讲，哦，够水的啊，比阿里山较水，阮顶礼拜去阿里山哦。赶到要死，搁也无开你这较水，后盖落来你才看到啊。哎，啊，就讲煞，即摆去想着讲好，伊、哦、要找我足歹找，安尼找足久的，安尼四界撞四界问，开始咩？哦，潘生你有够歹找啊，也无要牵电话住址。我讲嘿，报社都袂当甲你牵电话住址啊。伊这含苞的时吼、哦、较红吼、哦，啊，愈开若要写的就变较白安尼，吼、哦。那个潘太太，唔免你，我若有用 USB 吼 copy 给你就好啊，迄较原版的吼、哦。哦，啊，这张是国外的，这个品种较红，那有机会哈、啊，会当。摕到这个品系来个接位吼，来个改良个过，吼、哦，人开个即个水你看，吼、哦。好，啊来，过来看讲黄金果吼、哦。这个黄金果是上早是为新加坡吼、哦，咱个农改场引五丛入来，啊，其中有一丛伫我朋友澳洲个朋友遐咧田间试验，吼、哦，啊，我这是伫遐个。加威回来试插，哎，佫插有成功。好，这丛是我的宝丛，但是迄丛原丛吼，差不多电话条较粗吼，伊一年差不多生2500粒以上啊。啊，所以咱若人家，伊若土地看看，种一丛你着食袂完啊，着爱送互厝边隔壁斗食吼。大概七八当前要做好个。迄阵六粒啦吼，漳州的鸭啊，六粒500块。那么因为这个是算较早的品种，伊有一个缺点，不耐储存。啊，迄、那个，佮有伊个皮黏黏，你刀啊切落吼，会黏刀啊。啊，所以尾后有佫新的品系出来吼，哦，像这较新的品系就较袂黏，啊，佮较大粒。但是拢普通普遍有这个缺点，就讲不耐储存。你农民若办落来，寄去到巷口，巷口佫去讲这个，迄个盘商来摕返去伊个店卖。第三天开始，伊个内底肉个壳会变质啦。有不是买个吼，人客含你起纠纷，等于切几多乌去啊，歹食。嘿，你若家己，所以爱家己种，家己食啦。你现买落来冰箱啦，但是你运输冷冻哦，退冰了拢全会变质哩。嘿，我有试过，毋是伊这像布丁安尼，你切落，我后座我会翕迄个剖面的来介绍好啊。啊，这真趣味，就讲你用原子笔加安尼写字吼，差不多三分钟后，伊就会。氧化，迄字就浮出来啊！哦，哎，会使跟这个树葡萄安尼包装，是送我情人啊！吼、哦、，OK。哦，你看这一粒头一斤，这个较新呢。嗯，啊，是那号做黄金果，伊个皮都黄色个，啊，佮金金，哦，你个反光有无？迄是光顶个反光有无？啊，所以佮号做黄金果。来介绍这个红苹果，我认为全世界上好种的两项水果其中之一。头拄仔咧讲的树葡萄，我种28冬啊，唔捌除农药啊。红龙果也同款，但是红龙果迄、那个树葡萄吼，老长一年了生七摆啦。啊，这个红龙果佫较厉害，伊一年吼
伫阮屏东生11摆。咱一般个果树、果树拢差不多一年生一摆吼。你看山啊、莲藕、荔枝，哦，即款拢一年生一摆尔。啊，你若管理了无好，今年失败，哇，等明年啊。即个黄龙果就好哩讲，伊嘛免喷农药，但是伊有所有水果拢有一个缺点，就种东方果实蝇吼，拢会来叮，啊，所以叮落内底就生虫，啊，变成迄个商品就无价值，啊，所以即马农民真麻烦，无论山啊、莲雾，拢爱用套作家乐啊，哦，往事再别迄另外一个做法嘿。以前的金蕉，毋捌听人讲金蕉会生虫，即马金蕉会生虫吼，迄、哦、就是果蝇落顶的关系。好、哦，啊，这个植物作耐热、耐热跟耐旱，啊，一年生十一摆，哦，要找啥物水果会当上伊较好管理的。啊，当然，迄、那个果蝇的问题，你爱用果蝇灯啊，对啦。费洛蒙迄款的物件，迄个诱因甲掠起来，甲讲的拢掠开，啊，迄尾若去定，迄两拍两袂生虫，吼、哦。哦，这是拄啊含苞，吼、哦，拄啊，这头两工，啊，这头一礼拜，哦，啊，这差不多第九工花就开啊。伊这含迄个昙花一现同款，伊拢开暗时啊，哦，暗时啊头八点开始开，到隔工的八点开始。枯萎，哦，所以我认为这个植物真有价值推广，啊、哦，以后气候极端化的情况下，哦，不时的高温啊，啊，无的旱灾哈、哦，但是这个植物足有动的，啊、哦，迄、那个越南战争的时，美军咧跟越共咧拍丛林战，迄个越共安尼拍到吼，完啦，真惨。死真侪人，尾仔美国发明迄个落叶剂，用飞行机咧甲压这落叶剂，啊，森伊个丛林的叶啊，都拢打下都落落来，安尼越共伫内底咧运输啦咧走吼，都拢看有，啊，伊就会当派直升机这个特战队去甲围剿，但是这造成越南吼越共因迄边的人真侪拢去夭着。然后上大型恢复的就是这个水果，伊即马美军撤退了，无个咧亚洛迄只，到这个黄龙果吼，伊大型生果出来，哦越南的人食安尼吼，所以用来救真济越南的人。我来介绍这个罗根梅，伊这个树啊吼。啊，出新叶拢红的。好、哦，那么有一个七八月吼，就我那头这时阵，啊，朋友带伊个朋友去我的农场参观，啊，我甲我讲，潘生，那你的枫叶是七八月咧红，是较当作是枫叶，啊、哦，啊，那么这个原来会生迄个果实，含树葡萄，然后变大了，较细小花。我那真好食啦，但是结果鸟仔吼拢红着，迄个鸟仔先食伊啊。啊红的是咱去食，要涉及，但是咱要好食，着爱伊红转乌，你食较会好食，较袂遐酸，较袂遐涩。但是可惜着是拢鸟仔捷足先登啦吼，啊所以会当做幼鸟树啦。啊你若甲种个几撮吼，伊这是冬天大概一月份迄阵咧落叶。这叶啊，那又落了，开春，规丛都红啪啪。我来介绍红花枫林木哈、啊，这敢那绣球呢哈，啊这个花水是水啊，但是较可惜就是讲，伊头开一礼拜就开始落啊，到我到第十天就落了啊。我头拄介绍迄个三月樱哈，伊、啊、的花期差不多50天，差不多伊的。七八哈，然后、哦、这是阮潮州哦，新竹的红皮乌，这前年甲搁去年拢比赛得冠军的哈、哦，所以
生理好个，啊，这张是我送伊个，哦，安尼开个真水。好，啊、来，啊，咱若要种水果，变哪种个会好食，品质会好。第一个就是要有好个品种，哦，就是像我头拄仔咧播这个三月樱，你看，若种着品种个，就95%拢熟啊，吼、哦，干那5%个花，哦，这是品种足重要。啊，比如讲像头拄仔即个黄金果，你若种着品种是大粒，啊，佫袂黏滴滴的，吼、哦。啊，若种着老品种，就是较细粒，啊，佫黏黏，吼、哦。好，啊，即、這个施肥管理也真重要，就讲植物吼、哦，你要落肥爱含水搭配，你若打枯枯的时，你敢若也表面肥，伊嘛食袂到，迄肥料较袂融化，袂降落。啊，若像我即摆是，我甲糖厂租4-3吼，哦，较早6分地，阮是安尼做甲轻轻松松。即摆去租着糖厂，我问讲，糖厂上细地倒一地？伊讲，就即块4-3上细啊。我讲，啊若隔壁迄地吼，四四正正，讲12家，看我要租无？讲，我敢若维尼巴我着倒啊，12家有偌大片安尼。但是我有听讲。这两个对爸仔囝吼，讲做27家偌济啊，伫台东这边啦、啊，这较这真正佩服啊，管遐宽，我4家外我着管甲足忝的。那么肥料管理，佮其中一个就是讲老一辈吼，因你甲讲农农迄个肥料的三要素啥话，有诶毋知影呢？有诶敢若知影讲啥物白盐啦。啊，恢复啊，哦，但是咱即摆咧讲诶，吼、哦，较少年就较知影讲氮磷钾，啊，你即三项吼、哦，果树伊咧开新叶啊，开新叶爱食氮会食较重诶，啊，若要学花果会出来，爱磷甲肥爱较重诶，爱落去甲用肥料落去甲催花吼，啊，有诶人敢若讲要。种个较大粒尔吼，但是歹食，迄就是氮肥落伤济吼，伊熬大无毋对，但是迄果足酸。水果要好食吼，磷甲钾爱比氮肥较悬，哦，磷甲钾加起来爱比氮较悬，哦。比如讲，啊有个人拢认为讲，哦，落鸡屎肥啦，啊是猪屎肥、牛屎肥，讲这有机个。迄唔对哈，其实咱唔好计较，讲家己去交肥料唔免，咱着即卖肥料着予迄个专业的人去有复合配方嘛，哦，氮磷钾哦，啊，佮有微量元素哦，次要元素硫哈、哦，是迄个其他的微量元素，人会照比例甲你染好啊，啊，咱唔好计较。即予专业的人去甲咱配合，啊，咱只要去看伊个成分表，氮磷钾偌济吼，啊，就甲你讲啦，要开新的开春来，咱就氮会较悬的吼，比如讲，肥料有迄个伊拢氮磷钾拢指数嘛吼，比如讲10、5、3，哦，这是氮会较悬有无？氮磷钾嘛吼，啊，你若知影即个，比如花买来进前，咱就爱落。氮较低，吼，比如讲氮有可能是10，但是磷是30，钾是20，吼，安尼就低，安尼悬起，氮、磷、钾，吼，啊，这是属化学肥料部分咯。那么人介济人误会有机肥料甲有机质肥料即无同哦，吼，啊，即个我等下较过来讲吼。我先讲着有机的肥料，啊，政府规定就讲。氮磷钾这三要素加起来袂使超过10，哦，比如讲氮是3，磷2，啊钾1，3-2-1加起来偌济6尔嘛，无超过，这就有机肥料。真济人看到有机质肥料，迄、那个质听好哦，其实是化学肥料，甲你染一挂技术夫啦，吼、哦、啊迄、那个牛屎。迄稻草啊，吼，凹凹的落去，迄号做有机质，但是迄有机质不是有机肥料哈、啊。你若若
但恁食加个超过十都唔是啊。无你若当作讲有机肥料讲，有机肥料肥拢解薄嘛，你会使落较重个。结果伊化学肥料，啊第一个有可能就十六啊，氮肥就十六啊。啊你若大大个压落，迄丛树啊爱盆栽呐，盆栽就死啊。我讲我做咸死啊哈。啊水分管理中，你若要甲结果果树哦开花爱控制水吼较大嘞。会有危机意识，哦，像咱个卡住啦，九重阁，咱若种伫个厝边吼，咱不时了压水，哦，发到红沙沙，哦，绿意盎然，但是袂开花哦。啊，你啊注意种伫个路边遐吼，无人管个遐九重阁，哦，开花开啊，红红，佫无啥叶啊，哦，迄就是伊大家伊本身有危机意识，讲我若无紧开花结籽，传宗接代落吼。也等正的吼，迄、哦、是甲用干燥来甲土壤和干燥会产生危机意识，但是花呐花苞来，你水就袂再阁欠毛，无可能迄花苞会阵花的，过度干燥吼，伊、哦、原来会下雨哦吼，我做肥分管理嘛足重要。好啦，我来讲这个移植的工课吼、哦，啊，这是移植的一挂特殊工具哈。哦你即原车有经过修，即、這个边后甲修起啊，有较所以较尖有无吼？啊，即个若拄着石头啊，用即类骨啊 ，OK。好啊，基本上是环状的全面的断根哈、啊。先甲断根，尤其若樟科，像即种是肉桂，伊即樟科植物移植真好死，所以爱避免伫即个。大热的时间啦，哈，尤其到六月至十月这段时间啦，长热尽量樟科植物较卖煞。啊，你若要煞，就是爱断根处理哦，好些，哈，对。好，啊，这嘛，这树葡萄断根哈、啊，树葡萄就足好煞的，因为树葡萄的幼根足济，伊无啥啥物大条根，这那大条根足少的，拢像这幼叶这细条的哈。啊，这叫做半断根，这挖一半落尔。照讲爱去挖较像头拄仔安尼挖较深的哈，但伊这树啊好煞，反正啊断半一半，啊人家若讲哎，我三工后要吊树啊，吼啊咱较搁挖落。好啊，这三月樱哈，因为三月樱的叶啊足济啦，足够抽水的，所以我是甲留一条根出去外口互伊抽水，安尼咱较免烦恼讲即丛要打死啊。这个土条，迄个树较大个，即个内底幼根要打死啊！啊，即嘛是树葡萄啊。另外，我拢差不多拢有经过一个滴灌系统哦，即拢有一个时间到，电脑控制个时间到，伊就上水来哈，互即个土条食，安咱当然咱就免过压即个水啦哈。OK， 啊，这是挖好包装起来。准备吊车要来吊了哈，啊，这另外一个包装的方式，这款呢，伊咧移植会当去假植种，伊内外背等于下大伊啊吼，原来简单挖一个窟啊，啊土甲盖一个，啊那人去那讲看这档下下，土甲背开吊车，搁吊走，免搁订包装哈。啊，这另外一个就是讲，另外一关对树啊，嘿，叶啊，介济哦。啊，这拢甲切掉，安尼，啊，这也拢挖开包装好，土搁甲盖倒转去，吼、哦。啊，等看伊爱剥真硬啊，有个人去惊讲你甲断断的死啊，伊要搁等你讲等剥新叶啊出来，伊讲哦，这丛挖，安尼伊较袂煞，吼、哦。啊，这用吊车来吊，吼、哦。啊，这嘛准备吊车要来吊，好来，啊来讲自动灌溉。现在自动灌溉有分两个系统哈，这个是传统的机械式，做类比，就类比式的自动灌溉系统啊，伊用这个24点钟的 timer 啊，来控制这个微调，这个一格，哦你几点，啊比如九点喷一盖，九点半搁喷一盖，好，啊但是一盖拢15分，伤久啊。
噴上久无采水嘛，所以咱阁用一个微调开关吼，像这个我著甲创伫有到十个钟头，要八分钟只，我有噴八分钟尔吼。啊，这同款吼，这属传统式的，啊，这就属数位式啊吼，这属微电脑控制啊吼。这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亚顿的系统。好啦，这是美国的 Rainbow 哦，鱼鸟的系统，这伊会当控制一两三四五六七，哦，会当用。微电脑的好处是讲，哦，你一工要喷一遍也会使，哦，啊，一工要喷三遍也会使，啊，是三工要喷一遍，啊，是一礼拜要喷一遍，伊这有真侪控制的所在。啊，加个一个百分比，就讲，那寒天到啊，树啊食水食无遐济，吼、哦，咱甲降落50%。啊，那热天到啊，树啊咧食水足伤诶，咱甲调到100%，甚至到200%加倍。好、哦，啊，这头拄啊，我咧讲这个属微喷管诶啦。哦，这较小范围，啊，这中范围，哦，啊，这是较大范围。当然，这是一讲一般农业。啊，那糖厂的喷头吼，我、哦、一支敢那步枪嘞，等等。啊，伊铁钢袂使用塑胶，因为伊个压力拢几啊千磅，所以规个位头到尾拢爱用钢管。尤其像中钢，伊有迄个煤炭山吼、哦，啊，因为迄煤炭富的嘛。啊！你若起风，会飞到满世界，边仔的迄个居民会抗议，所以因着用迄个高压喷管吼，一盖喷就差50米，直径差不多100米。哦，所以迄比可能比水冷车的迄个压力搁较大，迄、那个你若迄个断掉吼，人会变过。OK， 啊，这个伊是。靠这个水压来是用齿轮带动，所以可以说，啊，但是因为咱台湾吼、哦、昆虫足多，有迄蜘蛛吼、哦，看了讲哦，会说，啊，这唔知啥物好食的物件吼，等伊停了吼，伊就爬我的，用蜘蛛网准甲拍拍咧，啊，咱电脑讲哎喷水啊，哇，伊煞袂说啦，煞固定喷两个所在，照讲是爱会说嘛。伊种说，迄个拍掉煞，遐一直喷，这边也一直喷，这两点拢做水灾，厝内拢做旱灾，哦，啊、所以因着佫改良用这个防虫罩，啊，着，阿瑞若来吼，即拍开，吼、哦，啊，若无阿瑞伊着砍倒转来，迄蜘蛛着无法哩啊，哇，爱来赶进度啊，我来。只食这一寡食这工具啦吼，我即马有新发明，讲起来无新啊，但是对大家来看可能新诶。这叫做石蜡胶膜吼，这延展性足好诶，佮防水吼、哦，这就是用安尼来接吼、哦，啊，这已经接好啊，伊开始剥新衣出来。伊拢免伊甲偷，伊家己迄硬会甲穿透，就走出来。哦，像这你，就偷到迄安尼吼。你看伊个接触面干安尼尔，但是这已经一个新的品系出来啊。OK， 啊，这同款吼，这山啊吼，改良山啊。啊，因为山这位较大位吼，山咧大足紧的，所以爱用这个胶布甲保护吼。因为偷到这石蜡胶膜。较无力啦，你若风吹可能要拆你，吼、哦，啊，这同款吼，互、哦、你看伊个接触面伫遮 ，OK， 好、哦，好，啊，你若因为技术无介好吼，一介甲接两点，哦，万一这点无成功，啊，这点嘛会成功，吼、哦、，OK， 爱注意伫即句个吼，即硬爱甲慢掉吼、哦、，OK， 后来我看外横啊，吼、哦，这就是三月音。啊，即阵是迄、那个，哇，袂记啊！哦，罗根梅啦，头拄仔讲罗根梅，哦，罗根梅伫遮，哦，即出新叶拢红诶，哦，哦，啊，即
北大武山、南大武山，吼、哦，这都，迄天拄啊云低低啊，啊山头走出来，我赶紧甲翕相。哦，啊，咱农场管理上惊应该是蚊啊啦，草啊都还好，吼、哦，下骹草，莫许只蚊仔伫趴起，只蚊仔爱提早处理掉，吼、哦。啊，你看这三月樱吼、哦，开春头一个月就会当发到红红嘛，所以三月樱是真值得推广的绿化美化的植物。OK， 啊，这里好不容易我接好啊，吼，哇哦，又蛀心虫给你整了，啊，这嘛是属蛀心虫的，啊，像这农业的损害真大的这个福寿螺，吼，福寿螺，这一只买的吼，这若一只买的吼，一年会当生8000粒的卵啦。哦，即原来一款小型的迄个天鸟，足细只哦，像狗也较细只呢。安尼搞正嘞吼，即丛又正细吼，有、哦、无？哦，啊，即着新点天鸟的幼虫。哦，我想讲要家己种有机的高丽菜吼，啊，迄个虫食到安尼，哦，拢着即青虫，啊，其实青虫介好处理。你都药啊，甲除了就死啊！但是咱都想讲不爱除药啊，吼！啊，拄啊，这个是，这一只虫哦，哦，伊伪装甲真好吼，无注意看是看无。哦，啊，这个天鸟头拄啊，甲正手啊正死，哦，哇，这足细只，这我的手啦吼，你像狗也遐大只呢。啊，这我咧甲注射，哦，这甲注射无，这一空一空内底拢虫。结果即马即阵，我救活起来，吼、哦，因即顶礼拜翕的相，吼、哦、啊，即个呐，叫做基宏迄个相春相吼，因讨论讲后一顿要食对长口食的款，就来开会，啊，即许风台演的，风去年919风台，我想讲可能会为即个掠去吼。结果我用手甲拔个，哇！结果人算不如天算，为只甲你拗断，哦，即全倒，啊，即是无倒，但是许个药扫甲拢落了去，哦，啊，即隔壁个牙吼，煞倒去我这边来，所以即个牙变我个，哦，即，好，简单我去讲者吼，啊，即树西瓜吼。哦树啊，西瓜，啊，这我有做好，这粒我的，袂使搞慢呢。啊，这野花，哦，啊，这炮弹莲雾，哦，这我的工寮的门口，好加载我有下一块莲薯板，我甲粘起来。哦，啊，这个我的自动开灌溉的系统哦，啊，我要拍几台，我的开关直接要拍开，甲拍袂开，结果只壁一只蛇甲你磕掉咧，害我开袂开。啊，我遐有饲一只蛇，已经足大只，哦，遮长啊！啊，伊脱壳啊，迄毋是真诶蛇，我无遐好打。我的蜜蜂窝吼，这虎头蜂做就做伫遮，我甲当作一只鸟仔秘伫遐咧。我叫消防队来，要来掠吼，伊讲啊，迄你咧普通蜂尔啦，即马走我来看。好，两个拢起卡拢，讲啊一个走安怎？我虎头蜂啊，迄顶死人啊！我讲你毋是讲迄无要紧，结果尾仔因到了，我家己处理甲放落来。我甲问讲，啊恁两个要安怎处理？两个都啊了头家了，我要破的。讲也无抓房屋依来啦，哦，伤过轻敌，哦，哦，啊，这毋知啥物东东，我都毋知影。吼、哦，伫我遐，因为我无咧饲药，所以有介侪动物啊。啊，这即马即只介贵啊！咧乡村咧农民有伫冰箱用查着10只，罚80000，一只拄啊8000哈。好、啊，我因为我遐拄啊散训的所在啦。啊，你车要开遐过，爱注意，莫许。产品跌掉，所以甲你写这个
全台湾胖，干那一块，迄个交通号志尔，吼、哦。啊，这里要冬眠啊，所以伊咧软空，要把自己盖起来，要冬眠了。哦，这后加讲啊，大家讲者，啊都台湾人拢咧拼第一名。哎、欸，迄头拄迄丛树啊，着开花开足水嘛，吼、哦，安尼，我即丛我诶看板树我无买卖。用判者安尼啦，我车顶拄好40万现金嘛吼，啊若有你若好你退，啊无搞你去讲啦。啊，即个大头兵拢爱拼，我讲即全台湾上大丛个啊，伊一定要我买就对啊。啊，我着想差不多想三秒到五秒尔，我着卖伊啊，因为我找无遐好个人客啊。啊，即大头兵，但是即款人我较需要吼。啊，这唔系啥物动物来搞咬的呢吼，唔知台湾黑熊无啊？我这个谜题还没有找到答案。哦，有机农业健康吼，你若有运动有劳动吼，真正就好。我较早还袂落去开园啊吼，差不多过半月两个月就爱感冒一届。自从我落去操作农业吼，我一年要感冒一届变价。啊，咱个那家己哦，咱来种一挂有机的产品来家己食，对身体绝对健康啦，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简单介绍到这，好，多谢，谢谢。谢谢。一静，经理，休困十分钟。